朋友们好，这个今天呢很高兴啊，也很荣幸呢参加我们这个商业地产联盟的成立这么一个活动。我觉得这个联盟啊成立的是非常好，因为呢能够帮助我们，尤其是做商业地产的这些我们的客户，我们的经济，还有我们的相应服务的这些地产商业地产行业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，给他们搭建这么一个好的平台。然后呢它是开放对于所有的商业地产相关产业，我们的客户，我们的经济，希望这个平台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实质性的服务。那么最后呢，我在这里祝愿呢我们的商业地产联盟在将来的日子里呢，为我们地产行业，尤其是商业地产行业呢，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。